当时啊。对啊。啊。我错了。装弄了，所以一直好像直接船上落了，上路两个都 TB 都没了。我可以走，我可以走。哇！下路一定会爆，不用理他吗？An enemy has been slain.
你要不要直接去西龙啊？走吧。欢迎十四，反正他们应该那个，你直接西龙就好，比较快。我一个人在等，可是他没有攻击装，他有啊，没有那个黑装。下路下路下路，我靠，要出冰心啊！杀了连续好几个暴击，天哪，夸张了！结束了。Papi 的话要怎么对付啊？就是因为他都放在我身上啊，但是我打不到他。别把我 Q 了，谁谁？我的，真的。带一下下被卷到实在太伤了。那最主要是那个扑比啊，那个根本没办法，没办法走啊，太麻烦了。别打别打，丛林我觉得很难打哎，哈皮可以随便退墙了呗。嗯，他只要有墙壁就可以退了。我跟你走。我们应该跟着抱怨。啊？什么声音？没有，说今天好奇怪，我都开不了那个。哎，你为什么不试那个 YouTube Gaming 啊？哦，那个是不是
还不错用。我会上路哦。还是你 jungle 我上路？别吧。如果下路杀到一颗，杀到一个人的话，大概游戏很快就结束了。你说他们吗？对啊，因为范只要六级之前有杀能杀得到那个凯特琳的话，基本上那个凯特琳就打不太赢范。OK。大选。那你不觉得这样子我应该要出那个阿克西啊？我觉得你就，我就专心拢我的、啊，因为就安全一点的蹲下路或是蹲中路吧。嗯，上路我是不会理你的，毕竟茂凯杀不掉。奇怪，为什么最近扣分扣的多啊？这是神奇的一件事，出什么好嘞？那个扑皮，我真的要看一下要怎么改，要怎么那个。可是他好像听说是要已经要那个整个英雄改动吧？对啊，其实也不用管他，没有，其实。他的话就是那时候他一被放啊，就是一被放，所有人完全不要想说要打他，什么都不要想。哦，他一放，我不知道他放谁身上，可能放李优娜吧。对，他应该放李优娜。李优娜也不可能打赢他、就是。对啊，所以就是那时候其实应该是前面像譬如说 Valley Bear 根本就不要上去，就不要再玩，应该是往后，全部大家往后，至少你死了，我们其他人还是活的。哎呦，真可怕！小强啊，啊，没有啊，只是看到一个人。OK。Minions has spawned。哦，对哦，这个饭不是你。下路都不是我们的人。Let's find some friends。虽然刚刚那个 Valley 不对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这能控制那个伏笔啊。对，我知道。不管出做坦装都没有差、啊。嗯。对，你只能，我觉得坦装是最对的、啊，因为确实他的伤害还蛮高的。我那时候想说，秀才中期马上已经直接往坦走了。Let's find超痛的、嗯。Let's find some friends。Come play with me。
we going?不要只要不要最后只有我一个出来啊！那就搞笑啊！Let's find some friends.直接开龙，不下来。来哦，来哦，来哦！哇，龙怎么这么痛啊？龙超痛的啊，我靠，哎干他 flash 啊，果然还不错，我去上路，还是你要去，我把中路推掉，我是不是被他绑到我就会死，他还蛮痛的，Come play with me. 哦，过来过来。哎。这么多人啊。助攻都没赚到、啊，为什么会突然那么多人啊？刚刚不是上面才一个？没有，因为那个叫谁啊？那个在，那个叫什么？李青在我家一直偷吃，一直偷吃，一直偷吃。他一直偷吃，我的红就这样一直被他偷吃掉。哎、欸，我蓝啊，我几乎没有吃过蓝哎、欸。然后就我要去吃蓝的时候，然后因为你跟冒牌打起来。所以他要来救他，然后就被我杀了。我输了50只兵，太夸张了啦！照理说应该很好打的，对啊。哪有人这样的？Come play with me.这个 Fresh 好像超会勾的哦。Where are we going? 就很会预判嘛。